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接近权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接近旋律，奇迹一定会出现。疯了，好舒服。是啊，真优美，我们可不是出来玩的，这个我知道了。不过丽娜，那个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生物啊？我们出来就是为了调查这个东西的呀。DNA 构成的分析结果出来了，其中含有因放射能导致的重组 DNA 因子。这么说，这是以前就有的生物突然变化产生的突变体了？对，是有这个可能。最有可能产生的原因是由地下核爆实验引起的。这怎么可能呢？地下核爆实验不是早在10年以前就已经被禁止了吗？放射物质的衰减，像有害物质的铯要33年，而布则需要24000年才能消退。即使人类灭亡了，核子试爆实验对地球所造成的影响依然还是存在的，对不对？像近年来一直发生的海底群发地震，可能也是核子试爆实验造成的。由于海底火山的喷发，浮游鱼的回游途径也产生了很大变化。这么说，核子试爆实验的确对海洋生物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没错，这就是我们研究所设立的目的。其实呢，我们正利用最新设备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超声波鱼诱导发信系统，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超声波让鱼群聚集过来，在某种程序上控制它们的行动。哦，这么说还可以帮助海洋生物离开危险的海域了，是吗？对，说得对，这就是装有发信器的浮标，我们要把它设在世界各地，不单是为了海洋科学，对于渔业还有提高效率的功能。利用这个把鱼群聚集过来比较好捕，是不是？吃了饭再走吧，有新鲜的生鱼片。哎哎，实在是太好玩了，你看这些海豚真的好可爱啊。对了对了，丽娜，你的男朋友在这里工作对不对？反正任务结束了，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嘛。小木，怎么了？一点精神都没有。一个星期以前我带他到外海域训练回来以后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一个星期以前的话，也就是海底群发地震发生的时候了。嗯，对呀。小木，这只海豚好像感应到了什么，好像被一种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威胁着。
希望动物和人类能够进行沟通的那一天到来啊。小木，难道你的男朋友就是他？不可以吗？没有没有。海底又发生地震了，最近地震好多呀！啊，哦，啊，哦，你看，有怪兽！怪兽啊，你看呐！紧急情况，有怪兽啊！接到国际紧急信号，在阿海域的石油勘测站出现了怪兽。曾方副队长，立刻赶往现场。知道了，新城大谷驾驶一号机，李乃决定和我驾驶二号机出击。明白。明白。前方海域，确定有怪兽出现。啊，我看见了，看我怎么收拾它。做好进攻准备。明白。胜利总部明白。看看有没有生还者，先进行救援工作。明白。进城大谷，吓唬一下怪兽，让他远离勘测站。明白。就在几分钟前，这个地方发生了海底群发地震。这么说，这只怪兽跟最近的海底群发地震有关系了。发射。大姑，小心！没问题，我知道。啊，逃掉了！可恶！指挥，辛苦了。我听说了，你的男朋友，他的游泳技术比职业选手还要好，你真行啊！啊，哎，现在的女孩子啊，对男孩子要求特别高，最好是游泳、剑术、柔道，什么都会。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啊？想要互相了解彼此。真的很困难呢。啊，连和人都这么困难，更何况和一只海豚。海豚，走吧走吧。我从结论开始说起，这次袭击石油勘测站的怪兽可以说是海的生物受到地下核爆实验的影响突变以后产生的变形体，今后它的代码就是雷洛斯。雷洛斯，因海底群发地震产生的新种生物雷洛斯就是这种巨大化后的产物。话说回来，那个怪兽真够凶的，海洋虽大，也不能让它在那里胡作非为。有没有可以击退它的有效方法？关于这个方法，现在还在研讨中。真是的，它既然能够在海面附近活动，
那么上陆地活动的可能性也很大。深海生物的概念可能对它不合适。如果它的细胞组织含有放射能的话，情况可能会更加危险。说的没错。迄今为止，人类进行实验种下的恶果，现在终于要人类自己来承受了。敌人不止从遥远的外星球来，我们人类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我们在不知道的地方产生了新的威胁。比如这一次是发生在深海，那个怪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科学的牺牲品，但是事到如今只能想个办法把那个怪兽雷洛斯消灭。各位尽你们全力去做。明白。雷洛斯出现在海面附近的话，一定会留下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两架飞机要和监测卫星保持联系，继续巡视海面的状况。一号机明白。好。二号机明白。要仔细观测卫星传来的信号。它出现了。总部呼叫胜利飞燕号，在硫磺岛东方24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雷洛斯的航迹以及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好啊，我已经找到他了。一号机明白。好。发现他了。水中积累，准备。明白。大古，这一次绝不能失手。明白。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在伊豆那里有什么东西吗？琳娜队员，海洋研究所的超声波发讯系统是不是已经启动了？是。这就对了。我知道雷伊罗斯为什么往大陆方向前进了，紧急跟海洋研究所联络，叫他们马上关闭超声波发讯系统。是。雷伊罗斯，他被控制回游鱼的超声波给吸引住了，现在大家紧急飞往海洋研究所。好，我们一定会阻止他。关掉了，可是还有一个。你是说还有一个没有关？海湾的发讯器还没关。快，快！警官，这里就交给你了。大古，丽娜现在就关发讯系统了。别让怪兽靠近研究所。明白。小木，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事，对不对？我一定会来救你的。是丽娜，发讯器已经全部关闭了。明白。成功了！
指挥。小木，小木。指挥，丽娜在那里。什么？还在那里？星城，掩护我。
木，太好了，你又恢复精神了。他真的什么都懂，知道丽娜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他的恩人。当然呢，海豚是一种聪明的动物。不过我要是能听懂你说的话，就能够早一点了解海底发生的变化了。啊，真希望这一天能早日来临啊。海洋是我们大家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使大海受到污染。就是啊。好了，大家回基地。明白。指挥。林大队员，胜利飞燕一号要进行整修，出发时间推迟一小时，执行命令吧。耶，太好了。看，哇哦，那我就下水了。勒比克星人妄图诱拐地球人，要把他们变成奴隶。快救出被诱拐的地球人！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的下集《不做奴隶》。